你今天这你带我玩呗，谁？这我今天。谁？谁非得连我啊？干啥？这个大民，毒夫呢？毒夫呢？给这个走大民了，睡觉睡觉去了，给大民踢出去。你好，那个高小雨，等一下，等不一下，了，我们要看跳舞，我等什么一下？给他踢出去，我刚快点！刚问他问题，给他踢出去。毒夫给我拉黑了。我刚刚有个问题，你们听我说完。他妈了个逼，呱唧！你看咋还骂人呢？破防了，破防了。那个高小雨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这样的，我是那个洛杉矶知名富二代主播啊，我今天第二天播，直播间随随便便过万人，这个上面那个上面这个赛雷三分钟是属于那个叫啥呢？叫情感主播啊，情感主播，全网粉丝也是过千万的。你有没有那个比较好的朋友，就是叫进来，我俩那个想给赛雷长长眼，就是你俩都是跳舞的嘛，打我可以这么跟你说，你俩肯定打不过，啊。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，就比较上档次点的，咱们跳个舞，交个朋友，方不方便？方便。方便给拉一个进来。嗯。咋你他整成冰霜？看他接不接啊？他整成冰霜美人，就说你平时是跳啥民族舞啊？国风吗？民族舞、韩舞都跳，都有跳。这个我还行，我这个其实我看啥都行。上面这个像塞雷三分钟，这小子就乐意看点那种就是。玩这么花呢？嗯，就乐意看着这个，拉吧，拉吧，往前拉人吧。嗯，正在拉呢。嗯，看人家接不接。嗯。AK，Hello 小雨。Hello, 甜品。嗯。Hello。这俩看，那个赛老板。啊？这看见了吧？这叫互联网高颜值主播，他俩的肯定都是属于那个才艺相近。你看人。那个自己组个队吧、啊这个跟你一样呗，你们三个都是用一套设备的。我这样的，我可以让你们选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那个条件啥样。如果要是选择那个啥的话，直接跳的话，我可以过去给你们点个百万赞，派个3000人左右过去给你们点个百万赞。要是想打的话也奉陪都可以。要啥？你俩挑。那假如说就是100万赞已经有了呢？人家看不起你，你这算什么呀？真是的，不是，你还装大哥了？你真是给我挖坑，就是啊，你咋了？你大哥啊，你人家已经有100万赞了，不是我，你还带我见世面，带啥了你？开 PK， 开 PK， 开 PK， 开！不，我错了，哥哥们，哥哥们，我错了，你们先听我说嘛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有100万赞了，那假如已经有的话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？给你加100万。人家看不上你在那边装什么大哥，真是你这别的我没有，那还咋的？那别的我没有，那还咋办？你要跟人说你穿个女装跳个舞啥的，这个可能咋哥是你是出来我领你出来看别人是看我来了，你俩那个老妹要不要？我们是一伙的是吧？啊，对，小甜饼要不要？啊，我们是一伙的，100万赞，小甜饼行不行？可以。小甜饼行，我还没有达到过100万赞，我连50万赞都没有达到过。你是选择不战，你跟你家大哥商量，是选择不战而降还是怎么的？我做主了，做主了。我们家是大姐，大姐说了算。老婆，好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老婆，哎，不是那大姐，这是好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讲话我不是啥狠人，旁边这赛雷全网粉丝都好几千万呢，一般认识的都认识。今天第一天直播，领出来见见世面，大家认识人，回头上录屏多好啊，是个展示的机会。虽然下面这个高小雨有点看不上咱们这个没有，哥哥们不是、啊、那要方便的话，那就发起大屏了啊！那方便的话就发起全员大屏了。咱们开 PK 吧！啊，还得打一把。人家看不起你，人家就没把你当回事。赛雷哥，行啊，我们三个一帮，我好好好，你们仨一会儿，带个叛徒出来，来，兄弟们，那个来吧，你看你发吧，开始吧啊！就让你长长眼，正好那个我今天没劝。我接下来是要干嘛？是要跳舞吗？哇，我今天没劝，没有，接下来打 PK。然后呢？要唱歌啊？不，他俩都是跳舞，你俩都是跳舞的吧？是吧？就是你们能拉我，我已经很荣幸了，真的。不是，就是现在等我开始开完以后，然后我就要唱歌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输了唱，你唱什么歌？你讲、啊、输了唱歌是吧？联欢过联欢会呢，大哥，你第一天玩互联网啊？赢了是唱什么歌？看唱歌，看他俩跳舞。来，那个打 PK， 你俩自己站队。不会调，新手主播不会调。调啊，发起多人 PK。发5分钟的是吗？啊，5分钟就够了，不用10分钟的。嗯、能发1分钟，发1分钟就行了。咱家大哥主打一个一下子猛。
来吧，那个我跟赛磊一会儿是吧？一打三吗？不是。不是，等会儿。赛雷你叛变了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怎么玩啊，我就有人邀请我就点了，我也点了。 要切换一下队伍，那怎么玩啊？不会啊，就要不就这么开始吧。不是，我是真不会啊。输了赛雷，你要是选择站那边输了，你跟他们仨一起跳啊。你不是不是，我是真不会。 你给我唱个冰城甜蜜蜜，给我唱个冰城甜蜜蜜，没毛病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现在怎么跑出去啊？你怎么跑出去啊？跑不了跑不了，来吧，一打三，赛雷表演冰城甜蜜蜜，那俩跳舞行吗？今天双倍快乐加上冰城甜蜜蜜，先直接掐脖。我的天，直接掐脖，讲话他家大哥还要撕巴一手，没票还硬撕巴一手，给台阶不下，直接掐脖，来吧。要画面，我让你要画面。我们是一帮的，你不能这个。来自对面那些大哥，什么那个，这不月初了吗？这月最新的低保都下来了吗？不是，那不是，如果你输了，你是干嘛来着？啊，谢谢。你输了，你是干嘛来着？我输了，我退网，不存在。来吧，我这打 PK 一把没输过，我互联网玩到今天，我万人直播间一把没输过，从来没有人敢问我输了有什么惩罚，对不对？怎么打的是十分钟的呢？搁这尬聊十分钟啊？就是啊，你要么关了，咱们重开吧，咱们是一帮。你大哥，那我飞机都刷完了，不算呢。我这底下是没事，十分钟，十分钟看着也难受。没事，十分钟，十分钟，讲话票都刷出来了，等着吧。来，那个来自三个直播间大哥，你们这个月低保都到了吧？花呗、借呗都还完了吧？有新额度了吧？来，抓紧，赶紧往出掏吧，我看看你们啥实力。啊，主打个叫板。没事，那个小甜饼，小甜饼，没事，一会儿100万钻照样给你啊，你不用装了啊，照样给你。来，我看那个滋滋巴巴的高小雨，加大哥呢，刷俩墨镜完事了，拉裤兜了，主打个嘲讽。主打嘲讽。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不用太多，等他们追一追啊。我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。我今天学到很多啊，这个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打不了了，这个大哥。能跳提线木偶？你俩谁能跳提线木偶？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，大哥，都不会。那个别给赛雷刷，谁现在精神病给赛雷刷呀？那不自相残杀的吗？我们是一起的。不，你现在是蓝色的，在我眼里面红名全是怪。不是，等会给人截个图，我说都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红名全是怪，赛雷伙同两个女主播要企图让大头鹰退网，红名全是怪，你们不用一直往上刷，差不多让他们追一追再刷。假如大哥对面大哥就可能在那精算师搁那算呢，假如我偷塔的话，此时两个抖音一号他如果要是怎么精算师，全是精算师，有能力现在往出扔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婆，谢谢老婆。我不女装，我要输了这样的，我要输了，我上后院，我后院树上摘的青柠檬带着汁儿的，没熟的柠檬我带皮吃它，有表情都算我输，行吧？我生吃的，这算活吧？二位主播行不行？我后院从树上往下摘一个带着树枝的青柠檬，没成熟的，嚼绿嚼绿的，我给它带着皮给它吃掉，我但凡脸上有一点表情都算我输，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富阳。挂上了，青柠檬啊，青柠檬，青柠檬带皮吃，我要输了我带皮吃啊，来吧，那个最、哦、谢谢老板。不是谁给赛雷刷的疯了，现在回头再给不是吗？谁你给我刷不是浪费钱吗？我现在是跟着三、我不对啊，大头，我这么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们这里赢了，你吃柠檬，那不应该你们的粉丝全跑我这儿来吗？哎，逻辑是不是这个逻辑？行行行，就是赢了的话，你就能吃柠檬了。但关键你要是此时此刻粉丝现在都想看的是两倍快乐加上你唱歌，不是我没说我唱歌，凭什么呀？你作为我没答应，我这是误解。你作为直播第一天，你今天必须唱《冰城甜蜜蜜》，你我给我吃定你了，必须唱。啊，不是，为什么你讲个道理啊？这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是一伙儿，咱们进来时候都说好了，你不带反悔的。来，你看我给你追福利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一会儿要赢了，不但冰城甜蜜蜜加上双倍的快乐，这俩一看就是高端主播啊！一会儿冰城甜蜜蜜完了双倍快乐下，咱们关了以后，我再单独给你们吃柠檬，造一个就完事了呗，是不是、啊？多方面的快乐全一起直接掐脖，来让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喘息的余地，直接掐脖，行吧？不是，我们是一伙的，你不能坑我，你是带我出来见世面的。那谁让你站人家队上了？你现在3000多票，你没给人贡献呢。来，谢谢老板。一半的 GDP 虽然说现在给我刷是浪费钱，但是
好，家人们一起加油。但是其实还是浪费钱，是吧？你们自己算这个账吧，要不然就是我吃个柠檬，他你们啥也看不着；要不然全看完了以后，我照样吃柠檬。你讲话自己这账不会算吗？对不对？家人们已经快30万赞了。啊？哦。就点赞有用吗？就你们说话这会儿就已经30万。我们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让他审，我让他审审一会儿，别着急。别着急，也是别着慌，咱们等他审一会儿，等待人工审核，我看看怎么的了，哪儿不对了？这是指定是前面有破防患者给我点举报呢，破防了。等着，没事儿，没声音吗？你退出去再退出去看就有声音了。抖音不让吃青柠檬，不存在，不存在。稍等一会儿啊，咱们看一下子，等会儿排一会儿人工审核，让辛苦管理大哥看一眼。我觉得没啥不正常的，挺正常的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偷塔了，不是，我都掉出去了。有声音没有？人画面在审核嘛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那个辛苦管理大哥，快点给审核一下子呗。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就给我抬走，没事儿。我觉得没啥问题。恶意举报，快点。让人恶意举报了，大哥给我审核一下子，看看没有问题。没问题，快点让我回去。超管可能是怕听着赛雷唱歌，可能是。嗯呐，丢了4000人，那没招啊，他也不审核我呀，快点审呐。哎呀，后半夜了，又给管理添麻烦，对不对？大哥，快点给审一下子呗，真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快点给我打开吧，我这正打 PK 呢。说我滚刀呢，我画面都审核了，我滚啥刀啊？没有画面，只有声。我们再等个1分钟吧，他不审的话，我们重开，好不好？赛雷被强行留下表演才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马上，不着急啊。再等个30秒，再等30秒。30秒他不审我就重开。那赛雷跟他俩玩吧，玩一宿。赛雷三倍快乐了，你们要去看就自己去看去吧，行不行？别搁这嘲讽我了，我搁这等审核呢。这怎么又重新弹了一遍呢？等我重开吧，重开吧，又重新等了一遍，来吧。不播了，行不行？不看了，不玩了，破防了。他自己搁那三倍快乐上啊，眼都直了啊！好好好好，高英不回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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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下播了，行不行？下播了，下播了，兄弟们啊！那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又是时候说再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吃好肉去吧，去吧去吧，咱们一起去看去吧，走走走走，拜拜啊！咱们那个关了吧，今天没有故事会了，休息了啊，好吧，爱你们哟，草蓝黑哟，拜拜，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拜拜，再见啊！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，仨姑娘在那围着我跳舞，我怎么解释这问题？好，谢谢老板给的跑车。不是我懵了，他哥们说带我出来见世面，见的是这玩意儿，见完了以后，然后他撤了。不是大哥什么情况？你说你带我出来见世面，然后你把我一人撂那儿了，你知道我多尴尬吗？我被审核了吗？你啥也没看见，尴尬吗？三个我的三倍，我的三倍快乐，我啥也没看见。我。
我什么流程都不懂，那三个姑娘就说，哎，你现在应该干嘛应该干嘛，你知道那感觉我什么感觉吗？我三个姑娘我一个都没看见，我不管，来打 PK、哎、我跟你打 PK， 来打 PK， 来咱俩打一把，咱俩这样的，咱俩输，你输了唱冰山前面，我不想听，你看了仨姑娘，你现在还成受害者了啊？你还成受害者？来，你给接受接受接受，来接受接受，来接受接受，我今天就看你唱冰城甜蜜蜜，你把那个歌今天你给我唱一遍，不会，我不管，你给我唱首歌，我今天打你，不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唱歌，准备唱歌吧你。你准备受死吧，打 PK， 你今天歌必唱。不是，我先跟你掰扯另外一个事儿、就是。掰扯什么另外一个事儿？你仨姑娘你还轮流给那个台上来啊看啊，谢谢辛苦了。你没看吗？我看了，不是，我很尴尬，我看我不是。你没看吗？你眼睛没看直吗？我都在外边看着了。我们先理理逻辑，今天是你说带我去见世面对吧？没错吧？我不是被审核了吗？跟我有关系吗？跟你没关系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看三个人跳舞了吗？你看没看见？谢谢我问你。送的，这叫啥礼物啊？发财哥给人家送啊啊啊啊！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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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大头下播吧，下播吧，行吗？不是，下播吧，我先跟你掰扯清楚这个事儿。啊，掰扯清楚，便宜都你占了。然后啊，仨姑娘你都看了啊，仨姑娘你都看了 ，PK 你也赢了，行，我不播了，行了吧？然后不看了，行了吧？不是我先掰扯清楚。我拿柠檬，我拿柠檬去，我吃柠檬，我吃柠檬，吃完下播。他是真崩了还是假崩了？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啊。我刚刚。好，谢谢各位老板，谢谢各位老板。唱不唱？不是唱不唱呀，我先把事给说清楚。我这个事我我觉得你受害者，我觉得你受什么害了？你看仨小姑娘跳舞，你现在还成受害者了？我吃了行不行？吃柠檬了，我吃柠檬了，来行不行？这行不行？哎，我还赢了，凭啥我唱歌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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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赢了，你不是说你从来没输过吗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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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完我下播，吃完我下播。谢谢发财哥。啊，哎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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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完我下播啊，面无表情吃青柠檬，吃完我下播，好不好？今天故事会没有了，你们全死了，从此以后啥也没有了啊，啥也没有了，明天休息了啊，不播了啊。啊，这么听。你这柠檬怎么没肉的感觉啊？哎呦，哇，这个活是真的够硬啊！啊，嫂子都来了，嫂子你好啊！大头刚刚前面想要带我去见世面，然后咬不动了，大嫂是上海人是吧？嗯，啊，嫂子不好意思、啊，跟你唠吧，啊，嫂子不好意思、啊，让嫂子跟你开玩笑，叶儿用不用吃？啊，开玩笑，这吃不下去。好，吃完了没有表情吧？行不行？啊，嘴太辣了。行了，我下播了，啊，去吧，让赛磊给你们讲故事会吧。我下播了，关播了啊，打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，玩不了，再见啊。嗯，真假的，真破防了。哎，谁能告诉我一下，他是真下播了吗？哎，怎么还跑我这刷车呢？大头鹰到此一游是鹰嫂的号啊。哦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行啊，嫂啊。不是，我今天有人在问我今天在干嘛，我今天其实是就是本来是想上来测试你，大家有看到我的直播标题吗？我直播标题是测试，我今天是来测试直播间的，然后测着测着就
怎么就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呢？就是莫名其妙测着测着，然后怎么就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？好了，那他下了，我就差不多也下了吧。感谢各位今天支持啊！今天发财哥破费了，发财哥破费了。然后这个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事我现在今天有点尴尬。啊，直播抖音直播百强，你咋不更时是把时今天放直播？没放直播，我今天就做一测试。哎，谢谢狂奔三千米送的热气球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哥，你可以接盘接回来了，我错了好吗？我错了，哥，我错了。柠檬啥味儿啊？你再晚上一分钟我就要唱歌了。就刚才一会儿，你再晚上一分钟，我都在找背景音乐了。你唱。哎，我错了吗？你要干嘛呢？这是 你本来说带我出去见世面，然后啥都没见着。啊，世面全让你自己见了，还让我吃个柠檬。你唱。哎呀，你不能这个样子啊，大哥！不是，现在你希望咋样，对吧？你赶紧把人给接回去，是吧？大家就那个。你唱。不是，我刚刚前面本来是要唱的，然后后来都不是不唱了嘛，就。你唱，快点！你唱还能出。比较唱，你要听啥？我也来给你整一壶。你咋了？我要给你跳个舞吗？行，来一个。对吧？我刚刚看那俩姑娘跳的，我现在好像也稍微有点学会，是吧？你唱来吧。其实我一直不太知道这个脖子是怎么动。你看啊，你看见了是吧？你看见他们跳舞了，啊、还看见这脖子跳了、啊啊、是吧？是吧？我没法不看啊！你看了三个姑娘跳舞是吧？那你要怎么样吧？看了怎么样吧？你唱，那你唱，你看了你唱，想听啥你说。你会唱谁的歌？你说。真是唱歌嘛！我刚刚音乐都打开来了，你告诉我，不是你先得告诉我声音是不是太响了吗？背景音乐响吗？你放个《西游记》。不是背景音乐响吗？挺响的。太响了是吗？是不是要开轻点？那还行，找一个合适的声音啊。不是我先，因为我不会直播，哥哥，你得告诉我这声音是不是太响？给那个伴奏拉到一半，50%音量。好。这样行吗、啊、差不多吗？行，现在这样背景音乐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行，可以。好， OK。 好，我现在再找个，我现在那个嘴还辣着呢，我现在嘴一圈还辣着，那柠檬老涩了。你吃的是柠檬，你为什么会辣呢？老那个酸涩的，我现在嘴一圈跟吃完辣椒似的，嘎嘎刺挠。哎，好，开始了啊。我得找一伴奏我都不知道怎么找。好久没有那个叫什么，好久没有唱过歌了，我伴奏我都找不着。哎呦。哥你点个歌行吗？我都不知道唱啥。我这一翻里面都是啥呀？哎，好，这个好，可以。敢问路在何方？哎，我看到一个我会的，但我得找歌词啊。哦，有歌词。你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。哎呦，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。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
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没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，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。这还有呢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又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我的想要变成你。我操，这歌词好恶心啊！唱完了歌行吗？明天给他投抖加，明天我来发这个作品，我给你投抖加啊！明天我发这作品，我给你投1000块钱抖加，你等着吧。你等着吧，咱们我指定给你花，我花1000块钱投抖加，明天。不是，咱们就好有事咱们好聚好散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不叫好聚好散，有事咱们就好商好量，行吗？哎，好聚好散是吧？好好好，明天给你投1000块钱抖加，这是你对你最后的尊重，我肯定给你投1000块钱抖加。我说到做到。我现在这个嘴鸭子酸的不得了。不是，你吃的是柠檬，然后你跟我说你现在嘴是苦辣的，你怎么这个话怎么理解？你吃一个，我给你寄回去一个。我现在打包给你快递，给你寄回去，给你吃一个。我家有柠檬啊，怕啥？我现在现场给你拿柠檬出来。可是柠檬有啥好？酸，柠檬有啥苦的？青柠檬没熟的，我那是黄柠檬的种。那没有，那没有啊，那没有青绿的柠檬是吧？啊，绿的柠檬没有，没有绿柠檬，柠檬干有，谁家里备柠檙啊？行吧，谢谢大哥，今天你带我见世面了。我今天见老鼻子我啥也没看着，我到现在啥也没看着。不是，就俩姑娘跳舞，跳的也都正经舞，这有啥好不开心的呢？我都看着截屏，你眼睛都看直了。我跟你非让我拿图吗？你眼睛都看直了，把图发出来了。不是，你以为我想吗？那你为什么眼睛会直的？你告诉我。我没直啊，我都眼都不知道往哪儿看啊，你还说我眼睛直了，真是。我给你拿图，那你闭眼。不是，那个你有没有别种类型的世面？你带我再去见见世面，就别样类型的，不是这种类型的。就有没有别的花活儿？你带我去看看。就比如说，就我以为你说带我出去见世面是那种，就是能把脚搁脑袋后面，然后能转圈圈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有。就这种，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是这种，就什么脚搁脑子后面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在你直播间见过有一大哥闹鬼的那个是啥呀？就那个，就讲鬼故事，感觉那种。讲鬼故事。对啊，就感觉挺瘆人的那种感觉。我本来以为是这种活，谁知道你看这玩意儿呢？嫂子刚刚前面都在我直播间呢，你他不管你啊？他天天揪我他。哦，我还以为他天天跟你一起看呢。嗯，他也看。我看啊，找一个对吧？你带我看一个这种类型的活儿，然后你得教我一下规则，不然我以后玩我都玩不了。你看我等我下次玩又跟人干一队去了。嗨，这行吧？